未来想要嫁人的标准。在男孩眼中，爸爸是他小时候的榜样，长大后要成为的男人。所以爸爸的形象、爸爸的所作所为、爸爸的陪伴，对孩子的成长都非常重要。然而在现实生活中，总有一些爸爸忽略了自身所存在的意义，没有扮演好爸爸这个角色，给孩子的成长产生了不良的影响。下面是帮大家总结的七种爸爸，按杀伤力从小到大依次排列，最后一种简直不能忍，看看你家爸爸上榜了吗？第七名，吸烟的爸爸。当爸爸们在享受吞云吐雾的快乐时，有没有想过香烟燃烧之后会产生3000多种化合物，其中大多数都是对身体健康有害的。有没有想过这种快乐是建立在家人的痛苦之上的，是以牺牲孩子的健康为代价的？有没有想过在烟雾缭绕的家庭环境中，不知不觉孩子变成了二手烟民？吸烟不仅仅对吸烟者有害，对身边的孩子也有很大危害。爸爸经常吸烟，孩子会容易患上支气管炎和肺炎，发生率与爸爸的吸烟程度成正比。香烟燃烧时释放出来的化学物质会加强孩子呼吸道黏膜的敏感性，增大哮喘的发生。如果爸爸在孩子进餐时吸烟，很容易影响孩子的食欲，诱发孩子厌食。除此之外，还对孩子的学习能力造成伤害，影响阅读、推理和数学，因为尼古丁在体内分裂后所制造的可丁尼会使孩子的阅读、数学和推理平均成绩越来越低。建议为了孩子的健康和未来，爸爸们一定要减少吸烟的次数，甚至戒掉烟瘾，为孩子创造一个无烟的家庭环境。即使戒不了烟，也一定不要在孩子面前吸烟。第六名，控制欲过强的爸爸。有的爸爸过于大男子主义，控制欲太强，无论任何事情都是自己说了算，不尊重孩子的想法。爸爸控制欲太强，剥夺孩子自我表现和发表自我看法的机会，会让孩子产生我不会、我不行、我不好的心理，导致孩子自我怀疑，性格懦弱。控制欲太强的爸爸会过于威严，无形之中给孩子一种压力，给父亲和孩子之间的亲密关系产生不良影响。随着孩子的成长，父亲会越来越成为男孩的典范和标杆。父亲独裁专制，在男孩的头脑中会形成这样的印象，男人和父亲就是独裁者，从而将自己复制成父亲的翻版。建议爸爸要学着放手，给予孩子自我表现的机会，接纳孩子，允许孩子按照自己的节奏做自己喜欢的事，在这个过程中让孩子展现自己的能力，并挖掘出潜在的能力。第五名，手机不离手的爸爸。爸爸们上班忙，下了班更忙，稳如泰山般的葛优躺在沙发上，手机不离手，老婆让他帮忙做家务，孩子缠着他一块玩游戏，从来都是眼皮也不抬一下，半天不肯动地方，上厕所也要带着手机，在厕所一待就是半小时。总之手机比孩子还亲，爸爸因为手机而忽略了孩子，这无疑是一种冷暴力，孩子会感觉到爸爸是在敷衍自己，自然也不愿与其交流，亲子交流被阻碍，孩子性格会变得孤僻自闭。孩子的很多行为都是模仿家长而来的，倘若爸爸成天拿着手机在孩子面前玩，孩子自然也会有样学样，孩子的自我控制力比较差，接触到手机自然也会容易上瘾，这对孩子的视力、人际交际以及学习特别不利。最重要的是，爸爸醉心于手机而忽略孩子，会使孩子感觉自己不受重视，甚至孩子会觉得爸爸不爱我了，自己没有手机重要。这样的情况下，孩子会变得非常的烦躁，甚至想着法子跟家长对着干，以此博得家长的关注。倘若家长不明情况责骂孩子，孩子会感觉更加的委屈，亲子关系也会随之有了隔阂。建议放下手机，别让孩子有世界上最远的距离是我在你身边，
你却在玩手机的绝望感。第四名，暴躁的爸爸。孩子就是父母的影子，孩子很会通过模仿来学习。如果爸爸脾气暴躁，动不动就打，动不动就骂，那孩子也很有可能如此，甚至程度更深。父亲遇到不顺心的事情就乱发脾气，那么孩子以后遇见类似的情况时，也会采取同样的方法来发泄。当然，还有另一种情况，那就是父亲和孩子的性格存在两种极端。父亲暴力易怒，孩子会在恐惧中形成卑微、懦弱的性格，越来越不活泼，越来越不爱说话，不利于自信心的树立。长此以往，心理发育不健全，如情况严重还会造成心理阴影，甚至创伤的出现。建议，脾气暴躁的爸爸一定要收敛自己的情绪，学会用沟通、耐心解决问题，而不是动不动就暴脾气，给孩子传递一种正能量，这对孩子的成长来说，是一笔无价的财富。第三名，毫无诚信的爸爸。十岁以前，爸爸在孩子眼中就是天，从心底崇拜和信任，爸爸的每句话对孩子来说如同圣旨一般。然而，很多爸爸总是以时间紧、工作忙为理由，为失信于孩子而开脱，或者是直接用哄骗来搪塞孩子，以为孩子小，就随便编个理由敷衍。孩子想要和爸爸一起吃晚饭，爸爸总是回答明天，和每一个明天来临后，餐桌上总是少一副碗筷。孩子想要全家一起去游乐园玩，爸爸承诺下个周末一定去，可每次当孩子收拾妥当兴致勃勃出发时，爸爸总是不见踪影。更重要的是，爸爸屡次失信，会让孩子养成对别人不守信的坏习惯，直接影响到孩子的品质和前程。建议，请每一位爸爸认真对待给予孩子的承诺，如果做不到，那就请不要随意承诺，因为你的失信不仅丢掉了孩子对你的信任，而且对孩子的心理产生恐慌感，连最信任的爸爸都说话不算数，这个世界上还能相信谁呢？第二名，不见人影的爸爸。中国家庭一直有个误区，男主外女主内，爸爸在家庭教育中总是当甩手掌柜，把孩子扔给妈妈管，父亲不能在家庭教育中缺位，尤其是在孩子12岁之前。如果父亲在孩子成长过程中参与度不高，男孩子很容易缺少阳刚之气，变得有点娘，而女孩会在无形中承担起一部分男性的角色。像女汉子，孩子很单纯，他们认为爸爸爱我，就会像妈妈爱我一样，花时间陪我，爸爸不经常陪我，那就是不爱我。建议，爸爸一定要参与到孩子的教育中，每周至少和孩子沟通两次，了解他们生活中的快乐和烦恼，有时也不妨适当减少一些不必要的应酬，与家人每周运动或出行一次，增加与孩子和家人交流的机会。在无法陪伴孩子时，通过电话等方式经常与孩子沟通，倾听孩子，向孩子表达赞赏和爱，让孩子感受到时刻把他放在心里。第一名，惹妈妈生气的爸爸。爸爸给孩子最好的爱，就是去爱孩子的妈妈。在孩子心目中，父亲往往是力量和坚强的象征。作为孩子的保护者，父亲应当给孩子一个安全的家，而孩子最大的安全感就来自看到父母彼此相爱，特别是爸爸爱妈妈，而且父亲用行动为孩子做出了爱的示范，孩子从小就可以在父母身上学习到什么是爱，怎样去爱。如果父亲经常与母亲吵嘴，就会引起孩子的恐惧，情绪不稳定，长此以往容易出现问题行为和心理失衡。一个孩子如果常常看到母亲伤心的哭泣，他会试图用自己有限的理解力去安慰妈妈，当妈妈情绪有所好转时，孩子就会把让妈妈快乐当成了自己的责任，在家庭里承担了爸爸的角色，但孩子还不具备这样成熟的知识和心理承受能力，就会出现各种心理问题。建议，
爸爸需要和妈妈保持良好亲密的沟通，理解妻子养育孩子、操持家庭的辛苦，表达对妻子的感激与赞美，孩子看在眼里，自然会觉得心里开花，生活得非常幸福。爸爸用心去爱孩子的妈妈，不仅能让孩子感受到爱，也能让妈妈心中充满幸福感。这样的家庭才会养育出健康快乐的孩子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访问 TTNews.xyz 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